他们说女孩可以一次做很多事情，我打赌你不敢尝试这个窍门。星期五晚上看电视吃爆米花，你不烦吗？打乱你的日常活动，欢迎参加我打赌你不敢的挑战，让游戏开始吧。蜘蛛会选择你的挑战，我们会决定谁必须做这个挑战。从台阶上掉下来，你是认真的吗？这只蜘蛛一定真的很喜欢极限运动。好的，行，接受挑战。我不是害怕，不敢下镇上最高的台阶，我只是需要加上保护。永远不要再尝试这个了，再见。加油，你可以做到的，耶！我想知道它是否很快就会跌到下面。我们可以回家了吗？想去吃点东西吗？怎么样了？它还在中间吗？嗨，宝贝，我们看看那个男人是否可以滚到最底层。他快到了，请耐心等待。终于，欢迎回来，老朋友。行了，我们可以走了。我打赌你不敢在脸上放上一只大蜗牛。我喜欢蜗牛，我讨厌蜗牛，就像一个外星人粘在我身上。蜗牛用四只眼睛看着我，帮帮我！蜗牛把它的整个身体都贴在我身上，我需要忍受这种泥泞的按摩两分钟，而且时间比蜗牛还慢。哦，不，只是不要吻我，不要在嘴唇上，不要在嘴唇上。我打赌你不敢跳进你的短裤里，非常简单，我擅长在运动中跳入衣服里。蜘蛛选择了一个可怕的新任务，头发和马桶刷是不好的组合。我打赌你不敢用肮脏的马桶刷梳头发。多么可怕的气味。财富偏爱大胆的人，我今天要勇敢，只需想象这对我的头发是健康的有机程序。我无法忍受这种恶臭，我要洗头，现在。忘了这个厕所噩梦，下一轮继续。小蜘蛛，对不起老兄，你输了。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你所有丢失的东西都会落在这里。孤独的袜子、钥匙、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遥控器，还有这个我以前的口香糖。我打赌你不敢再嚼一遍。哈，实际上还剩下一些味道。计划吃美味的午餐吗？你想得美。我打赌你不敢吃一口上面放着一辈子的辣酱的羊角面包。啊，这真是太辣了。我打赌你希望可以把它换成草莓酱。祝你好胃口。好吧，我猜该吃我辣辣的午餐了。没那么不好。哦，天哪，它燃烧了，帮帮我，水。我打赌你不敢吃一根香蕉。这很容易。不不不，你需要连着果皮一起吃香蕉。真不愉快，不同寻常，但是可以吃。我可怜的舌头，世界上所有的水都无法应付这种灼烧，我的身体受不了了。对不起，我要退出挑战了，现在轮到你了。
替我找蜘蛛报仇。我打赌你没法在头上戴着尖钉的情况下跑过用气球做成的障碍物路线，而且不要刺破一个气球。好吧，我们开始吧。看上去就像尖尖的恐龙闯入了孩子的生日派对，但是最后只有一个气球幸存了下来。我做到了吗？没有。这次我们毛茸茸的游戏节目主持人爬到哪里了？鸡蛋和棒球棒听起来很危险，但是我准备好了。我打赌你不敢把头放在球棒上旋转，然后打我们扔给你的所有的鸡蛋。在尝试之前请不要打。准备开始，旋转。嘿，我在这里。现在打鸡蛋。这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你是我见过的最傻的棒球选手，但是你成功的打到了一个蛋，你看见了吗？耶！现在我们提高难度，更多的鸡蛋意味着更多的乐趣。哎呀，天哪，那什么？惊喜哦！对真正的男人的挑战，我打赌你不敢给你的鼻子拔毛，只需在鼻孔里面涂上一点蜡。我们准备好拔了，放松并享受过程。现在数到三。我打赌你不敢写呜呼一词而不会犯任何错误，你认为你可以做到吗？等等，你这样做是错的。不要在纸上用马克笔写字，用纸在马克笔上写。现在尝试正确的写，这很难，但是有可能。那么你觉得呢？看起来像一幅山洞画，这还不够好。你需要向盲人书法大师学习。现在这很完美。蜘蛛选择下一个挑战，他喜欢香肠。我打赌你不敢在一分钟内尽可能多的放很多香肠。你的时间从现在开始。我的嘴从来没有这么大，装入这么多香肠已经是一项成就了。加油，再放一个。加油，还不够，时间到了。香肠掉了，至少我可以吃点零食。这个任务是什么意思？在衣服里放入冰块吗？用 T 恤制作冰淇淋吗？还是把冰卖给 T 恤粉丝俱乐部？不，比这更简单。我打赌你不敢穿冷冻的 T 恤。我明白了，T 恤很舒服，只是超级冷。我认为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温度设置。夏天到时再叫醒我。我打赌你不敢通过双筒望远镜看着乐高玩具时走过去。乐高雷区已经准备好了，去吧。这太难了，但是我做到了。完美的消遣是躺在床上吃东西，把面包屑弄得到处都是。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把床上弄得一团糟？答案很简单，为了挑战而做的。我打赌你不敢在满是面包屑的床上过夜，轮到你了。为什么必须是我？
就像我在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躺在一张脏桌子上，我无法入睡，连豌豆公主也有更轻松的时光，她只有一个小豌豆，没有十磅的面包屑，我敢打赌醒来后我会被淤伤覆盖。我不能安静地躺着，但这是个好消息，至少我可以吃点心。你喜欢我们的新挑战吗？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告诉我们你认为哪个点子是最疯狂的。亲爱的朋友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和点击铃铛，不要错过芜湖省任何有趣的新挑战和打赌哦。